世界上最昂贵的十款车，你见过价值九点六一亿的超级汽车吗？汽车虽然是我们日常出行的交通工具之一，但有的汽车却已经成为了我们遥不可及的奢侈品，就连中东土豪看了都直摇头。本期地球最 top 将盘点世界上最贵的十辆汽车，欢迎点赞、评论、加订阅，让我们一起出发吧。第十名，迈巴赫 a c e l e r 迈巴赫 a c e l e r 值五千七百五十二万。 这是一款豪华轿车，由德国汽车制造商迈巴赫于二零零五年推出。迈巴赫 Accelero 采用了独特而动感的外观设计，融合了现代和经典的元素。它拥有低矮且流线型的车身，配备了大量的镀铬装饰和精致的细节。车身线条流畅，并配备了大型进气格栅、独特的头灯和尾灯设计。咱就是说，这价格的车外观能差劲吗？而对于汽车而言，外观重要，动力配置更重要。 据了解，迈巴赫 Accelero 搭载了一台强大的6.0升 V12 双涡轮增压发动机，能够产生700马力的动力和1020牛米的扭矩，这使得 Accelero 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很高的速度。据官方数据，Accelero 的最高时速可达到350公里每小时，并且可以在4.4秒内从静止加速到100公里每小时。Accelero 是一款非常独特且稀有的车型，它是根据迈巴赫为轮胎制造商 f o d 设计的概念车而打造的。 仅生产了一辆原型车，这使得 Accelero 成为了一款非常珍贵和令人瞩目的汽车。第九名，兰博基尼 Veneno。兰博基尼 Veneno 价值六千八百三十万，是一款超级跑车，由意大利汽车制造商兰博基尼于二零一三年推出。Veneno 的外观设计极具侵略性和动感，充满了锋利的线条和独特的空气动力学元素。它采用了碳纤维复合材料的车身，配备了大型进气口。 扰流板和尾翼等设计，以提供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内部配备了赛车风格的座椅、多功能方向盘和高级音响系统等配置，并且采用了高级材料，如碳纤维、皮革和铝合金等，营造出奢华而运动的驾驶环境。在动力方面，兰博基尼 Veneno 搭载了一台6.5升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能够产生750马力的动力和690牛米的扭矩，这使得 Veneno 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非常高的速度。 最高时速可达到三百五十五公里每小时，百米加速时间仅二点八秒。但可惜 Veneno 的数量十分少，仅有十二辆，其中包括三辆 Coupe 版本和九辆 Roadster 版本。这使得 Veneno 成为了一款非常珍贵和收藏价值极高的超级跑车。第八名，布加迪森托迪西。布加迪森托迪西价值一点一亿元，是法国超级跑车制造商布加迪于二零一九年推出的一款限量版超级跑车。 森托迪西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布加迪经典的超级跑车布加迪 E B 幺幺零，以致敬 E B 幺幺零的诞生。它采用了极富未来感的外观设计，融合了锋利的线条和独特的空气动力学元素。车身线条流畅，并配备了扰流板和巨大的尾翼等，以提供卓越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搭载了一台8.0升 W 十六四涡轮增压发动机。 能够产生一千六百马力的惊人动力和一千六百牛米的扭矩，这使得森托迪西成为了布加迪目前最强大的量产车型之一。据官方数据，森托迪西的最高时速被限制在三百八十公里每小时，并且百公里加速时长仅需二点四秒。但是这款车全世界只有十辆，十分珍贵。布加迪。 森托迪西是一款令人叹为观止的超级跑车，展现了布加迪在工程和设计领域的卓越能力。它将经典与现代相结合，融合了极致性能和奢华，成为了超级跑车界的一个标杆。你知道世界上十款最贵的车都有谁吗？接下来盘点世界上十款最贵的车。第七名，布加迪 La v i t u r e n o e 布加迪 La v i t u r e n o e 价值1.2亿元。 是法国超级跑车制造商布加迪于二零一九年推出的一款限量版超级跑车 l。l o v a t o n w a r 法语中意为“黑色之车”，所以中国的车友都喜欢称它为“黑色之车”。它的设计灵感来自于布加迪经典车型布加迪 Type 57 SC Atlantic。它采用了极富流线型的外观设计，融合了经典和现代的元素，车身线条优雅而动感，配备了大尺寸进气格栅、独特的 LED 前大灯和尾灯设计，以及精致的细节和镀铬装饰。 其次，车内配备了舒适的座椅、高级音响系统和先进的车载娱乐和导航系统，打造出豪华而精致的驾驶环境。在动力方面，La v o、no、i t o r e n w i r e 搭载了一台8.0升 W16 四涡轮增压发动机，能够产生1500马力的惊人动力和1600牛米的扭矩，这使得 La v o、no、i t o r e Noire 成为了布加迪最强大的量产车型之一。它的速度十分快，百公里加速仅需2.5秒，最高时速被限制在380公里每小时。 但布加迪计划仅生产一辆，这使得 La v o、no、i t u r n e 成为了世界上最昂贵的新车之一。第六名，帕加尼 Zonda HP b a r t o e 帕加尼 Zonda HP b a r t t n 价值1.35亿，是意大利超级跑车制造商帕加尼于2018年推出的一款限量版超级跑车，全世界仅三辆，数量十分稀少。 首先，松代 H P Barcetti 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经典的松代系列超级跑车，融合了航空工程和奢华元素。独特的车顶设计和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元素，以提供卓越的性能和稳定性。松代 H P Barcetti 十分注重驾驶者的体验和亲密感。车辆配备了六速手动变速器，以及高级悬挂系统和刹车系统，提供出色的操控性能和驾驶乐趣。其次，松代 H P Barcetti 采用了独特的碳纤维车身。 特制的轮圈、定制的内饰材料和配色方案等，让每辆车都具有独特的特色。在动力方面，Zonda HP b a r l i n a 搭载了一台6.0升 V12 自然吸气发动机，由 AMG 定制制造，能够产生800马力的惊人动力和760牛米的扭矩，百公里加速仅需3秒，最高时速超过370公里每小时。第五名，帕加尼松的帕加尼松的价值1.1亿。 是一款由意大利超级跑车制造商帕加尼推出的旗舰超级跑车。帕加尼 Sonda 的设计由创始人霍拉西奥·帕加尼亲自操刀，以提供卓越的外观和空气动力学性能。d 达采用了曲线和流线型的设计，具有独特的车身线条、大胆的进气口、复杂的空气动力学元素和独特的车尾设计。车身采用碳纤维和其他轻量化材料制成，以追求最佳的重量和强度比。 而且帕加尼松得搭载了各种不同规格的引擎，包括自然吸气 V12 和双涡轮增压 V12 等。具体的引擎规格和性能数据因不同的松德车型和配置而有所不同。然而，大多数松德车型都拥有出色的动力输出和加速性能，使其成为超级跑车界的佼佼者。帕加尼松得是一系列限量生产的超级跑车，每个车型的产量都非常稀少，而且每辆松德都可以根据客户的选择进行个性化定制。第四名。 劳斯莱斯幻影，劳斯莱斯幻影价值1.89亿，是英国豪华汽车制造商劳斯莱斯推出的一款豪华轿车。劳斯莱斯幻影的设计注重奢华、优雅和现代感，它采用了劳斯莱斯的经典设计语言，车身外壳采用高强度铝合金制成，以提供卓越的结构刚度和轻量化。其次，车内劳斯莱斯幻影配备了丰富的高科技功能，包括全液晶仪表盘。 触控多媒体系统、全景天窗、自适应巡航控制、自动紧急制动系统等。车辆还配备了劳斯莱斯独特的星光顶棚选项，通过数百颗 LED 光源营造出仿佛置身星空的效果。在动力配置方面，劳斯莱斯幻影搭载了一台6.75升 b 1 2双涡轮增压发动机，具体的性能数据将根据不同的车型和配置而有所不同。客户可以选择不同的内饰材料。 车身颜色、轮毂设计以及定制化的配置，从而打造独一无二的会影。无论是外观、内饰还是性能，会影都展现了劳斯莱斯的品牌价值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你见过价值九点六一亿的豪车吗？中东土豪看了都直摇头。第三名，劳斯莱斯船尾。劳斯莱斯船尾价值二点一亿，是一款由劳斯莱斯定制车辆部门制造的特殊限量版车型。劳斯莱斯船尾的设计灵感来自于经典的木质快艇。 它采用了独特的船尾形状，车身线条流畅优雅。船尾车身部分采用了复杂的手工制作工艺，结合了高级材料，如木材和碳纤维。每辆船尾都是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个性化定制，确保每辆车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品。劳斯莱斯船尾的内饰同样精心定制，它采用了劳斯莱斯标志性的豪华和精致工艺，使用了最高级别的材料和手工制作技术。内饰空间提供了极致的舒适性和奢华感。 为乘客打造了一个宁静豪华的驾乘环境。目前，对于劳斯莱斯船尾的具体动力系统细节尚未公开。劳斯莱斯船尾是一款定制化车型，每辆车都根据客户的要求进行设计和制造。第二名，法拉利二百五十 GTU。法拉利二百五十 GTU 价值三点七亿，是一款经典的跑车。 被认为是世界上最珍贵和令人向往的汽车之一，法拉利250 GT L 是在1962年至1964年期间生产的一款赛车和街车混合型跑车，共生产了39辆，其中包括三辆特别版本。这款车型由法拉利的首席设计师 Giotto b i s z a r n i 和工程师 m a r e o Foddieri 所设计，搭载一台排量为3.0升的 V12 发动机。 最大输出功率约为三百马力。这款车的动力强劲，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高速。它具有出色的加速性能和高速稳定性，被广泛认为是当时最出色的赛车之一。法拉利250 GTO 的稀有性和价值使其成为收藏家和汽车爱好者们梦寐以求的珍品。由于其限量生产和历史意义，它的市场价值一直保持着高涨。在拍卖市场上，法拉利250 GTO 的售价居高不下。第一名，奔驰300 SLR a l h a r t Coupe。 奔驰 300SLR a l t e n h a t Coupe 价值9.61亿，是一款经典的跑车，以其极其罕见和独特的设计而闻名。奔驰 300SLR a l t e n h a t Coupe 是在1955年至1956年期间由梅赛德斯奔驰生产的一款赛车和街车混合型跑车，它是为了参加国际跑车锦标赛而开发的。但由于一系列事件，生产数量仅为两辆。这款车的命名是为了纪念当时的梅赛德斯奔驰车辆部门领导人 Rudolf a l e n h a t 奔驰 300SLR a l o t c o o l e 搭载一台排量为3.0升的直列八缸发动机，最大输出功率约为310马力。这款车的动力强劲，能够在短时间内达到高速。它采用了轻量化的铝合金车身和空气动力学设计，以提高性能和操控性能。 奔驰 300SLR a l e n h a t Coupe 是汽车界的传奇之一，它代表了梅赛德斯奔驰的工程实力和技术水平。无论是作为一款赛车，还是一辆珍贵的收藏品，奔驰 300SLR a l e n h a t Coupe 在汽车历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